是我们小幼班所带来的鳄鱼克克克。在轻快的一个节奏里面，孩子的活力十足，利用特殊的法文歌曲鳄鱼，再加上乐器手摇铃铃鼓，摇出节奏，让孩子展现天真可爱的模样。让我们一起欢迎我们小幼班小朋友为我们所带来的鳄鱼克克克，给他们热烈掌声。说，美慧老师，我今天有没有跳得很棒？爸爸妈妈觉得今天马
浩伟有没有很棒？棒！不只是马浩伟很棒，我们的小班、幼班的小朋友都很棒，对不对？谢谢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有几个人是木头人，因为那个木头人呢，就是我们的幼幼班的，这个时候幼幼班才可以做的事情哦。在小班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看得到他们要开始有扭的动作了，到了中班呢，肢体要再大一点。